怎么样？好吃，好香啊！这个就是像烤包子一样。我妈妈和我丈母娘今天一起烧菜。没人？多一点。多一点。再来再来再来。我妈妈今天烧的菜全部是面粉和肉，没有蔬菜。蔬菜有土豆。哎，吓疯了！是不是 Ricky？ 你们拿的为什么都不烫？我觉得超级烫啊，根本拿不了好啊！你们都是怎么吃的？你快尝一口，快点！你要咬当中，不能咬旁边，咬当中才会流汁。很好吃的。很好吃吗？嗯，对对对。但我现在觉得。没有蔬菜我也有一点吃不光了已经。所以你丈母娘去做蔬菜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知道。Zwei Mutter， 两个妈妈都在为孩子们做菜 ，für Kinder。Das ist die Liebe von Mama。我爸爸妈妈来上海来了三次，他们一直跟我说上海的意思是不是在海上面 über dem Meer， 我说是的，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海，今天我带你们去看海。到了宝山，这里卖门票的小姑娘跟我说的，这里不是海，这里是长江，但是看上去也上海一样，像海。我们一起看一下。想到上海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对吧？每次我爸妈来我都很开心，但是压力也很大，因为他们已经来上海来了三次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带他们玩什么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，但是不要城隍庙、浦东啊什么的，他们都玩过了，有一些新鲜的比较地道的你们都可以跟我说。今天他们特别喜欢这里，我也第一次来，很推荐大家可以来玩一下。钓到了吗？钓到了。你看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蟹。哦，蟹啊。今天吃晚饭，但这个吃不饱，这么一点。不好吃。给小孩子可以做宠物的 crepes。Crepes 怎么的？ Krabbel hier. Wo? Hier vorne zum Beispiel. Guck mal hier. Oh. Da krabbelt gerade einer, der geht gerade da drunter. 蟹。都是小的。啊，你这个吃得饱吗？是，钓着玩。钓着玩，那也可以吃吧，应该。不知道，没有吃过。没。哎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在上海有这么大自然的地方，有山，有水，有风。对，这里的风就把我的照相机吹到水里了，但是有很多很多人过来就帮助我，有一个男的把他的项链给我了，然后我们用他的项链还有一个人的鱼竿把照相机拉上来了。我照相机的镜头坏了，但是里面的卡没有坏，所以我这些素材都还有的。唯一的让我不开心的事情，我爸爸妈妈在那边居然没有拍视频，就拍了这一张。后我妈妈说，哎呀，我看到你这么着急的，我不想拍。我跟他说，妈妈，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拍？我很想给我的粉丝看。我趴在那里，然后把我的照相机拉上去。那我们下一站就是，我要带我爸爸妈妈去黑龙江哈尔滨和黑河。Я люблю тебя，我爱你。